今日就试下喺北水猜波佛跳试下先。虽然是黑沙粒的季尾，但是对黑沙粒的挑战我还未深色。今日会用轻圆吊组，二号佛师直出，再加一粒5B 夹圆，都是用四号千右勾。当我准备开始钓鱼的时候，他已经有鱼想钓了。有没有这样？有冇咁快手啊？有啲师兄仲喺度绑紧钓组，或者勾紧鱼脷，咁样究竟我哋隔船起到嘅第一条鱼会系啲咩鱼呢？竟然系一条鸡鱼。今日嘅鱼讯虽然唔系好密口，但是间唔中都会有一条半条鸡鱼玩下。但是点解我一条都冇噶？仲继续打紧龟啊！今日我又要做专业鱼桶，上天唔好咁样对我啦！我系嚟钓鱼噶。话说今日有个小插曲，我机都未开嘅时候，见到有架水警全速航行。咁样当然就会制造啲浪出嚟啦。船家见到嘅时候已经好醒目咁停定架船，等个浪过咗先至再行驶啦。点知道个浪太大啦，我同阿浩两个人就硬食咗个浪，搞到全身湿晒。不过唔好以为坐后面都好安全啦，佢哋两个人都湿咗半身啦。所以啱啱开始拍片嘅时候，我系连底裤都湿埋噶。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霎时全身湿。下次钓鱼的时候真的要戴定顶帽和太阳眼镜，因为今日天气实在太好了，风和日丽，又有太阳又有凉风，搞到我全程擘唔大眼，个头还要吹到好似披头四咁添。在我哋吹紧水嘅时候，师姐又中鱼啦！又系鸡鱼啊！相隔唔够五分钟就到艇家中鱼啦！但是为什么中亲鱼的都是对面的？只是那部。究竟会不会是我们今天的目标鱼黑沙粒呢？对面真系起完一条又一条啊！我哋严重怀疑下面全部都系鲫鱼，如无意外呢一条都会系鲫鱼。就喺我猜紧粉嘅时候 ，Kelvin 开始发威啦！开始中完又中，中完又中，不过全部都是鸡鱼嚟噶，但是仲好过我，我到晏昼都仲系打紧龟啊！我哋基本上每个位置玩45分钟左右就会转位噶啦，我后面位钓友 Kelvin。好似鸡王上身咁样，到佢不停上鸡鱼，仲要 size 都唔细噶。今次100%系鸡鱼，当我钓鱼钓到呆呆滞滞嘅时候，竟然有条鱼食落嚟啊！嗰一下嘅心情真系难以形容啊！我终于唔使打龟啦。不过条鱼就冇乜力，所以我觉得都系鲫鱼机会比较大。旁边嘅钓友帮我呐喊助威，不过就系甩口个甩字。
转眼间 ，Kelvin 又中鱼啦！唔知道今次佢会唔会又系鲫鱼呢？定系会中我哋嘅目标鱼黑沙粒呢？到而家为止，全船人都系钓紧鲫鱼。鸡泡啊！今次竟然系鸡泡鱼，真系同啲鸡子非常有缘喎、啊。点解我哋嘅目标鱼一条都冇噶？今次仲唔到我中翻条？呢条鱼有啲溺水喎、啊，会唔会就系我哋嘅黑沙粒呢？同佢搏斗咗两分几钟之后，终于上水啦！就系、是、我哋今日嘅目标鱼黑沙粒啦。不过对于我呢啲新手嚟讲，今次条黑沙粒已经好好玩啦。咁就证明咗新手系有新手运噶。喺同一个位置，艇家又中鱼啦，会唔会都系黑沙粒呢？呢边个位置都好旺喎、啊，个个人都喺度不停起鱼，会唔会就系船家话嘅黄金三十分钟？爆咗！一中开就不停中啊，个心情真系好开心啊！
我哋就喺今日欢笑声同葡萄嘅声音之下，好愉快咁完结咗一日钓鱼之旅。今日嘅收获，唔知大家有冇相同经历呢？如果有，可以下面留言分享一下。因为我是一个钓鱼新手，我都想尝试多啲唔同嘅艇钓。如果大家都是鍾意钓鱼，又或者鍾意睇钓鱼片嘅，都可以 CLS 我哋呢个 YouTube channel。